蛋仔传说之 Slam Demo， 这是什么地图？三种职业，四种关卡，随机生成地图，好像还蛮有意思的。我去，再发布两天就有150多万人游玩，这太夸张了吧！邀两个粉丝一起玩玩。哦，还要开始游戏，冒险小队有三个蛋。OK， 前面这三个应该就是职业了吧？我们先下手为强，选择一手剑士。哇，哎，不是，这怎么还能攻击队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是故意的。那能不能给这火砍断了？不行，队友都选好了各自的职业，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闯关了。第一关是初始平原。好吧，果然是出事了，不过不是在平原上，前面这个有血条的是小怪，难不成这是个升级打怪的地图？我来！滚！不是啊，我的队友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的装备呢？完了，被小怪打爆装备了，这属实有点丢人啊。哎呀，终于找到了，没有你我可是寸步难行啊。哎，这小怪快被我打死了，加油！获得了一次强化机会。怎么没告诉我在哪强化？去设置里瞅瞅。啊，还有外挂，这地图也太人性化了，全部给它解锁为完全体，开关挂是不是就可以横着走了？ OK， 向着第二关出发，先试试我们的开挂技能。哇塞，帅的嘞。第二关是，怎么回到营地了也没人告诉我一声？我们俩换着穿，原来是有一个粉粉的装备丢了。没关系，不用换着穿，穿我的就行了，全身赤裸我也毫不畏惧。谢谢你范克西，你人还怪好嘞。第二关是轻快的粉家伙，让我看看到底有多快。来，让我看看。你不要过来啊。不是，这作者做了个什么怪物？第一关小升初，第二关就让我考大学啊，考大学都没有这么难。我猜是不是因为某一关的史莱姆跑到地图外面去了，请告诉我是哪一关，我直接帮你胜利。早说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早说呀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早知道有这个我还安娜了些的，给我蛋仔都干废了。第三关知识之地，听起来不像是什么危险的地方，也没有小怪。原来是学习新技能的地方，全部学习一波。最后一关啊，最后一关就是终点啊，已经通过测试了。应该还有别的关卡我没匹配到。先不管那么多了，和粉粉一起冲线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下期见哦。